好，现在来教大家装骨架哈。现在这个娃娃所有的棉花都已经给它掏出来了哈，全部都给它掏干净了，全部给它掏干净。你掏完之后的话，就在它的手尖啊，两边手尖还有脚尖这里哈，要给它留一点点棉花，因为你到时候骨架装进去的话，这个底部这里好不好装棉花，好棉花不好装，还有手尖这两个位置，好。首先的话，你先把所有的棉花给掏出来哈，身体全部都要给它掏空，好。然后就是你掏完之后的话，就是留一点点棉花在这两个位置，手尖这两个位置，好。还有就是脚尖这两个位置要留一点点棉花在这个里面，好。然后现在的话，就是脖子这一部分到身体全部都是没有的，没有棉花的哈。然后头部，好，就在它的头部底端这个位置。好，底端这个位置差不多耳朵以下这个位置，棉花也要给它掏掉。好，棉花也要给它掏掉。好，所有的棉花这一个我已经是给它掏干净了。好，然后到头部上面这个位置，好，就是耳朵以上上面这个位置，棉花你们就可以不用掏。好，因为你们到时候掏掉的话，装进去形状可能会不一样，所以说这一部分头部这一部分上面的棉花就不要给它掏掉了哈，就掏到耳朵以下，好，就这个位置。好，耳朵以下这个位置，好，这个位置以下部分的棉花就可以全部给它掏空哈。现在这个里面基本上都是空的，好，到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基本上都是空的，好。然后就是现在就是骨架，骨架你们到时候要买的话要注意看一下他们卖的那骨架有没有就是说尺寸的，尺寸可以选择的。好，现在的话，这个按照这个娃娃的身形的话，就是骨架的话，就是大概是这么多颗。好，你们可以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颗啊，总共有六颗。你们最好就是它上面有尺寸选择的话，就是最好就是买就是刚好这个尺寸的，好，适合这个娃娃尺寸的。然后如果说你们买的偏长的话，买的骨架偏长的话，你们要去给它掰开，很麻烦。好，掰开的话，你像这一个的话，就是那个娃妈寄过来的，它就是太长，脚也太长，然后手也太长，这个都是我给它处理过的。好，全部的骨架都是给它在截肢截短的。好，你像一般的话，你们买到骨架要这样子给它截短的话，很麻烦，很费劲。是吧？很费劲，所以说你们如果买的话，它有尺寸可以选择的话，最好就是选合适的尺寸。好，要这样子给它掰开，很不好掰。你像今天我给它掰的话，就是用钳子。好，这个是要用钳子掰的话就可以掰得开，但是最好就是买合适这个尺寸的。你们如果说很多人都要的话，最好就是一起去定做合适的尺寸哈。到时候我这边也可以给你们定制，就是数量要多才可以定制，然后就是这样子。好，你们看一下，家里有钳子的话就可以这样操作。好，但是要小心一点，不要夹到手。好，它的话就是骨架关节这里的话就有一颗圆形的哈。好，这里有一颗圆形状的那个骨节。好，就是刚好在它的颈部这里，好，钳子就刚好捏在它颈部这里，然后另外一只手的话就摁紧，好，摁紧，然后就是用力这样子给它掰开就行了。好，还有就是这种骨节的话，你掰开之后就接不上去的，因为要用专门的工具去装才装得上去，掰开就接不上去。所以说尺寸你们要掰的时候，尺寸一定要算准。好，一定要算准，反正你掰开的话肯定是接不上去的，你们自己接肯定接不上去的。好，现在这个就是长短已经合适的现在，然后手尖脚尖这里你们可以检查一下，有棉花的话就可以，但是你们在家里操作的话，如果说手尖脚尖这里棉花不好去拿捏的话，哦，不好去拿捏的话，可以准备一根那个筷子。好，你们到时候棉花这样子哈，拿一点点就好，不要一大坨，一点点就行。好，一点点就行。好，然后给它把这个棉花给它送到它的腿部这个位置。好，送到腿部这个位置，腿部这个位置。好，然后就用筷子这样给它慢慢慢慢的一点点的给它
戳到脚尖这个位置。好，这个筷子的话，到时候我们装骨节装好之后，棉花要装进去，也需要到这个骨节，也需要到这个筷子。好，给它戳进去，你看，给它戳进去。好，然后手尖这里哈，可以检查一下哈，这里都有棉花的。好，一点点就好哈，大概在这个位置一点点就行了哈。现在就是要把骨架给它装进去。正常来说的话，我骨架装进去的话，它后面脑袋这里这个缝口要留大一点，但是它本身这个留口的话，我就没有去给它剪掉。好，大概就是娃娃原本留的那个口这个大小。好，正常的话是要再给它剪开一点点的，但是的话考虑到其他人他到时候剪开之后的话缝合问题的话，我就没有给它剪得很大，就大概就是它正常的缝合口这个大小。好，你们到时候缝的话好缝一点。现在就是两只腿的话先给它送进去。好，两只腿从这个口啊，分别把它放在两边。好，注意要把它顶到这个脚尖这个位置，一定要顶到脚尖这个位置。好，这个位置顶到脚尖这个位置。好，然后现在就是手部。好，现在两只手是在外面的，看到没有？两只手是在外面的。好，然后把它弯曲一下，把它弯曲一下。好，然后给它另外一边给它这样子装进去。好，这个是另外一边已经装进去了。好，另外一边也已经装进去了。好，然后现在是另外一边比较难装一点。好，到时候装的时候你们小心一点。我们先把它的头部这个位置先给它插进去。好，先给它插进去，注意给它插在这个整个头部的中间，棉花中间的位置。好，棉花中间的位置，不要靠在它的最边缘这个位置。好，就插在它的中间这个位置插进去。插完之后，现在是要把它另外一只手给它装进去。好，另外一只手给它装进去，先把它往头部这个位置里面按，往头部这个位置里面按，站起来吧，往头部这个位置按进去。这个位置会比较难装哦，会比较难装哦。你们到时候尽可能就是说，他手部这个关节的话，插进去之后给他弯曲，给他弄弯曲之后，好，然后再给他送到他另外一只手，送到他另外一只手那边去。好，你慢慢送进去之后，就可以慢慢给他拉直骨节，可以慢慢给他拉直。现在基本上，好，整一个基本上骨架已经完成了哈，骨架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哈，到时候可以这样子，啊，任意，好，可以任意弯曲。好，可以任意弯曲。好，都可以。好，然后现在就是骨架装完之后的话，就是要把棉花把它送到它身体里面去了。好，首先的话要先腿部要先送棉花。好，送完之后的话就两个手部，好，送棉花，送完之后才送身体，最后再送下巴，好，耳朵以下这个位置。好，要按照顺序，因为我们刚刚装骨架的话就是腿先装，是吧，腿先装，然后就是手部，好，然后就是手部，然后就是头部。现在的话装棉花也是这个顺序。
们现在就是抓一点棉花，注意腿部的棉花，你不要就是一大坨这样子给它塞进去，不要这样子哈、哦，一大坨塞进去的话，到时候它会卡在一个位置里面，会卡在一个位置，到时候就肿肿的啊，整个腿都是肿的。你现在的话就是抓一点就好，一点点就好啊，大概就这么一点点就行了啊，一点点，然后给它送到那个腿部这个位置啊，大概送到腿部这个位置。因为你一点一点送的话，送进去的话，到时候你塞出来的棉花是均匀的。好，注意要耐心一点，一点一点送，不要一大坨这样塞进去。好，到时候会卡住的。你送完之后，到时候那个手就用手指这样子给它插进去。好，然后如果说不好插的话，用筷子。好，用筷子给它把棉花这样子。好，看到没有？给他把棉花这样子给他慢慢的好，然后另外一只手去感应棉花的位置，去感应棉花的位置，好，去感应感应它是否均匀。如果说有些地方摸起来凹凸不平的话，你的筷子再给它戳一下。好，是吧，可以了。现在的话我能感觉到它后面这里的棉花是能把那个骨架包住的，但是前面这个位置啊，前面这个位置的棉花的话，就是包不住它的骨架，所以说从外面摸的话，还是可以摸得到，好、骨架的质感，好、手感没那么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到时候冲棉花的时候，前面也给它冲一点，好、前面也给它冲一点。尽可能就是棉花能把骨架给它包住，好，那现在的话就再抓一点棉花，这样子抓一点棉花，你棉花抓一点之后把它卡在这个位置、哦、你如果说手送不进去的话，把它卡在这个位置，卡完之后的话，你用那个筷子、哦、给它这样子慢慢给它送进去、哦、把棉花慢慢的给它这样子戳到它这个位置、哦、戳到它这个位置上了，你看到没有、哦、筷子、哦、给它慢慢戳到这个位置下来，你们到时候装好那个骨架之后、哦、反正你娃娃慢慢去挪动它，骨架慢慢去挪动它的没有的话，棉花肯定会移位的、哦、到时候从外面摸的话，肯定是可以摸得到骨架的、哦、因为你们不断的这样子去虚张它，到时候的话棉花肯定会移位的、哦、然后这样子装完之后的话，前面有点不够，我们再给它塞一点进去，反正你们可以自己看看一下从哪个位置塞进去比较方便都可以。看到没有？好，棉花在这个位置，然后慢慢给它这样戳到这个位置过来。好，反正你们觉得就是还不够的话，就捅棉花，把棉花把它捅下去。好，然后剩余的棉花在这个位置没事，到时候身体的话还可以用。好，反正尽可能就给它包住，包完之后它多少肯定从外面摸的话，多少还是从左边或者右边摸到的话，还是可以摸得到骨架的，这个避免不了。好，只是说让它尽可能给它盖住。好，现在这个基本上都给它盖住了，好，基本上给它盖完了。那我就先冲这只脚，然后到时候再给你们示范一个手部的，好，节省时间，然后再给你们冲个手部的。手部冲的话，你们也是同样的方法。好，把棉花就一小坨棉花，好，然后给它卡在这个位置，好，这个位置卡在这个位置，因为你这样子用拇指头这样去塞的话，肯定是塞不进去的，因为空间不够，它里面已经塞了一个
塞了一个骨架进去了，你这样手的话肯定伸不到里面去，还是用筷子戳进去。好，慢慢的给它这样子，好，给它戳进去。好，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借用头部的棉花。好，你如果说塞进去之后哎还是感觉不够，你可以棍子在头部这个位置啊，好，给它取一点棉花，这样子一点点，因为一点点的话不影响。好，取一点在它的旁边这里取一点，然后就给它这样子送到这个位置来，看到没有，把棉花送到这个位置来，送到那个关节这个位置来。好，送完之后的话再给他们戳进去。好，基本上可以了。好，给他戳到这个位置来。好，然后前面也给他送一点，前面也给他送一点。装骨架的话它比较麻烦，就是你到时候装完之后的话要去填充，这个是最麻烦的。但是你们想要这个效果的话，尽可能耐心一点去做是可以给它做好的。好，要耐心一点，注意就是不要着急。看到没有，棉花这样子给它慢慢的给它慢慢的给它往里面捅，慢慢往里面捅。捅到你自己感觉均匀了。好，如果还感觉不够，这里还有一点凹进去还感觉不够，再给它戳一点进去。好，在这里，在头部这里再接点棉花，接一点点棉花给它塞到这个位置来。好，塞到这个位置。好，刚刚我的手在这个位置，塞到这个位置来，然后再用筷子给它送到这个位置来，送均匀，整个给它送均匀，好了，现在整个手基本上都是均匀一点，手部的话尽可能给它充一点就行，因为它空间不是很大。现在基本上都均匀了，这个手基本上都均匀了，然后包括这边这个脚基本上都均匀的哈。这边用的话我就不充，到时候一样的方法，一样的方法。然后现在就给它把身体给它填充完，身体给它填充完，尽可能就差不多这样子大小的棉花哈，然后分成两半，就这样子。好，一点一点给它送进去，也是一点一点给它送进去。好，你们一边送，它这里不是有一个缝合线吗？好先送这边，你把它塞到屁股这个位置，塞到屁股这个位置。好，给它，然后就用筷子，给它，好，每个地方给它戳满，好，戳到就是让它每个角落，让它每个角落都有棉花，都有棉花。好，你如果说要屁股要再翘一点咯，你这里可以再放一点棉花进去，屁股会更翘一点。好，注意是送到这个位置过来哈，送到这个位置，这个渠道，然后再用棉花这样子给它，慢慢给它送到这个位置来，看到没有，棉花
一天一天给他送下去，注意搓的时候尽可能搓棉花，不要搓到他的身体哈，不要搓他的身体布料。好，这只脚是我们刚刚没有填充的，我刚刚是填充到这个脚，你们到时候这另外一只脚也给他填充，填充完之后才能填充他的身体，好，全部给他填充完，填到你看现在基本上都是饱满的，啊。好，填充这个位置完之后，这部分也给它填充好，好，这个位置给它填充好，再塞一坨进去，好，到这个位置都是饱满的，塞完之后这边也塞，你们到时候塞的时候要注意哈，因为你们掏出来的棉花有多少的话，塞进去是刚刚好的，啊，有些地方不要多塞了，多塞的话你到时候另外一个地方它不够用，啊，你们自己摸一下质感就行，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边也给它再塞一点进去，另外一边。整个屁股这里的棉花你看到没有，有个骨沟出来了，好，你可以在它的屁股啊中间这个位置啊，棉花可以给它这个位置可以给它送多一点进去，我给它送多一点进去，好，看到没有，那你给它抽出来啊，然后反正你们自己注意看哪个手，这另外一只手可以给它捏一下，好，捏一下哪一边棉花哪一边的棉花看起来好少了，好，哪一边棉花看起来少了，你就筷子就好，就往那个方向去戳，哦，一边戳一边另外一只手去摸它的质感，好，感应一下哦，你这样子戳的话，它的棉花够不够？不够的话，你再戳哦，慢慢戳。好，是吧？就好了，然后上面这里给它冲一点进去。你后面基本上塞的差不多了，好，然后你再塞那个前面这里也给它再塞一点进去，好，塞的话你也可以从后面，好，后面给它送到前面去也可以，好，它在它这些位置，我的手在这个位置哈，可以把棉花从这样子给它这样子，好，往这个渠道，好，这个渠道往下面这个渠道给它送过来，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从这个位置给他这样子送到他前面来，好，送到他前面来，送完之后的话也一样，好，还是用筷子给他这样子给他戳进去，筷子给他戳进去，好，现在整个身体都是饱满的哈，这边我没有冲哈。现在这边没有冲的话，你看都是扁的，这边是有冲的，啊，这边手跟这边脚是有冲的，啊，现在是饱满的，啊，反正你们自己可以摸一下，啊，如果摸了感觉哪个地方棉花还是不够的话，可以再塞一点，一点一点塞一点，然后用筷子往下面戳，啊，这样子给它戳下来，啊，这样给它戳，戳棉花，等一下我用那个透明的袋子给你们演示一下，哈。大概是这样子，现在基本上身体跟脚部都填充好了，填充好之后的话，就现在就是，耳朵以上这个位置，颈部这里给它填充好，啊，
这里的话可以多一点给它塞进去啊。塞完的话尽可能往它的脸部啊，脸部这个位置给它塞过去，用筷子。你们塞的时候自己可以感应的，哪个地方没有的话就塞哪个地方，塞完可以这样子给它戳进去，好，给它这样子给它戳进去。好，给你们看一下脸部，你看到没有？啊，看到没有？把棉花，你们搓的时候尽可能就是可以感应得到你搓子，那个筷子在搓的时候可以感应得到那个筷子它是能触碰到棉花的，好，那个感觉可以感觉得到的，然后你们按照那个感觉去搓就好了啊。看到没有，这边你看到没有，现在是慢慢拔满出来了。因为塞的话它中间这里有个骨架啊，你塞的话你用手塞可能塞不到前面去啊，你先把棉花给它全部塞到后脑勺这个位置，然后再用那个筷子，再用筷子，然后就再给它这样子给它戳到前面去啊，用筷子给它戳到前面这个位置去。整个脸就是饱满状态，好，你们看到没有？你们自己搓的时候就不要搓那么用力哈，我是想让你们看一下，看到没有？就大概这样子，给你们，好，然后四周围给它搓均匀，好，哪个地方不够就往哪个地方给它搓，好，但是你们搓不是说盲目的去搓，你们搓的时候要能感觉得到你能把棉花给它搓下去，好。是吧，圆圆的哈，圆圆的，然后现在整个身体也是圆的啊，头部这个位置你们如果感觉哦不够圆啊，啊，筷子这样子给它往啊，有些地方如果说它拱不起来，好，挺不起来，你就往那个位置戳，看到没有啊，戳这样子也可以很好的调整它头部的形状，啊，这边搓，好，反正我教你们的方法的话，基本上都是，比较实用，还有就是你们用的工具，好，基本上就是家里随便都可以找得到的，好，不用专门去买。反正家里有的话就基本上都可以用，好，然后做法的话也是不是很难，反正你们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感觉，好，我教你们的方法之后你们自己去感觉，去做的时候慢慢去感觉就可以，抓到它那个点，做起来就很简单。好，现在好了，现在好了，现在好了，整个很圆哈，整个很圆啊，这边是没填充的哈，这边没填充，到时候你们自己去填充，我填充到这个位置就行了，因为时间不够了，好，
时间不够，就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噔噔，噔噔，是吧？都可以，都可以。好，然后都可以放下来也可以，啊，再往上伸也可以，再给它，好，好也可以，好，再给它做个一字马，可以，好吧，也可以，可以，是吧？都可以，然后再给它拉，好，你们到时候就是弯曲的时候要注意哈，不要捏得太用力，好。尽可能捏它脚尖这里，这里的这个位置就不要去捏它了。这个位置捏的话，棉花容易跑到上面去。啊，你捏这个位置的话，它怎么跑也不可能跑到这里去。啊，捏捏骨架脚尖这个位置。啊，往拉，可以。好吧，然后再给它拉直，啊，再给它拉直。